我买的是预售屋，所以其实大概2年多前就买了。对，那家里面有帮忙投期吗？投期没有，家里帮的比较多是就是家具类的。那房贷重吗？不轻，是有一点压力，所以就是麻烦经纪人们帮帮忙，大家帮帮忙。你房子大概几坪啊？几坪啊？原状大概50几啊。扣完公社呢？扣完公社大概好细哦。对，公社比大概多重？我有买车位，有买车位。那房贷重吗？不轻。是对，是有一点压力，所以就是麻烦经纪人们帮帮忙，大家帮帮忙。我买的是预售屋，所以其实大概2年多前就买了。对，那家里面有帮忙投期吗？投期没有，家里帮的比较多是就是家具类的，沙发就是爸爸的朋友送，很多叔叔阿姨很照顾我，然后包含像 Ella 姐。他送了我扫地机器人，我觉得其实都磨合得蛮好的，然后也因为换了新的环境，我觉得就开始有不一样的工作，包含去年的营业中啊，或是这次去巴黎时装周、米兰时装周，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蛮就是这个部分是我很开心的，因为可能以前。跟爸爸工作的方式比较不是这种模式，那现在换了一种就会有产生不一样的火花。你搬新家然后又有生日，老板有没有表示什么或是送什么礼物之类的？目前就老板有问，然后我就是想说等我都看好，对，然后缺的跟他说吗？或是再一个新的房，或是帮我缴5年房贷。对，我还在思考可以怎么凹他。那你今天来到这边，你有没有知道前面几天有那些新闻？这里有看到新闻。你有吓到还是很担心说没场地了这样？这个很早就定了，所以其实对，就这个不是预期之内的事情，然后就也很感谢无聊咖啡这样愿意赞助，一起做工。你先关心一下场地的状况。你要先打电话。因为我就是这几天真的就比较多在忙自己的事情，所以像公司人没有讲，应该就是没有太大的事情，大家然后新闻也没有看到有人受伤，所以觉得对人平安最重要。现在买新房有没有女主人？女主人就对，就慢慢什么慢慢寻找。